喂，吃牛排哦。我点这个。那我要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让带这个来。这太多，太这个。老饕牛排，80，没关系啊。这个。你吃不完呐、啊，我们两个吃一份就好了。这个了。对啊，这个它是这个老饕牛排了。这个是这个的两倍。你说厚度吗？按时吗？他这几样子？这个是几样子？这个8，这个10，这个才差40块而已。几样子？这是几样子？是8，那我也想吃这个。要不要换？够啦。够吗？够 OK 啊。要不要换？都可以啊，这个比较肉比较多就是好了，可以。那就把一个花掉。所以你的它是9分的。9分不要。打一个叉叉。啊，老饕的。老饕，你要吗？我要。1、2、3，三个。我也可以跟你学一下，用你的方式来吃。那我看来就有点不想吃。我本来喜欢吃就好，你要吃就吃完了。